大家好，我在河北省河间市，这里是冯国璋墓，中华民国副总统、代理大总统冯国璋。他的墓呢，一共有两座啊，一座衣冠冢，就是我现在所在的这一座。这一座位于河北省沧州市河间市西石井村东北，真陵墓在河间市半截河村西冯氏祖营。这里有一个墓碑。上面写的是冯公国璋之墓，中华民国副总统、代理大总统。这座墓的周围就是田地啊，我给大家拍一下。它坐落在西石井村的东北方向，太阳西下，挺漂亮的啊。这个墓的背后还有碑文。这是墓后面的碑文。这个墓前面的小广场上有卖儿童玩具的，还有卖小吃的，一些孩子在这玩。我们现在上去看一下。好，我现在上来了。这座墓呢，在1966年被天津师范学院的红卫兵和少数群众挖开过啊。撬开石门以后呢，墓内有薄棺一口，内有军刀一把，照片一张。棺前设石玉等供物啊，就是这样一座圆形的，上面还有一棵树。它的四周都是一样的啊。我在上面拍下面，这是周围的田地。然后那下面是那个墓碑。好，这个视频我就给大家拍到这儿吧。这就是冯国璋墓两座里面的其中一座，这一座是衣冠冢。好，谢谢大家啊。